本篇同呢个网站冇关。圣经马太福音6:19，咁啊，你们不要再为自己在地上积存财宝，地上有虫蛀会生锈，又有贼刮洞来偷，甚至系抢劫咩？好啦，今日睇到单新闻，就系讲打劫比特币嘅，咁你上网睇睇都知啦。就是有个人就交易比特币，咁一啲南亚裔人士俾咗钱佢之后，俾咗现金佢之后，佢就用电脑啊或者电话交易咗啲比特币俾嗰啲南亚人，点知另一批南亚人冲出嚟抢翻嗰袋现金，咁嗰个人比特币又冇咗，现金又冇咗啦。詳情等下可以上網查下啦。意思就係話嗰啲人扮買家，俾現金佢，佢俾咗啲比特幣嗰啲咁嘅假買家，然後另一批人出嚟搶翻嗰啲錢，咁解。好啦，打劫比特幣唔係香港首次發生嘅。咁我上網就揾到至少幾單啦，譬如有啲人俾人用槍指壓，要佢將比特幣轉入指定户口啦，又或者有啲人俾人標心，然後要求佢哋交比特幣都有嘅，所以呢啲罪案唔係首次發生嘅。好啦。关于比特币系咩咧？我都有少少研究，不过我就冇嘅，因为我买唔起。比特币并唔系一个实质嘅货币，好似图咁样，而系只不过系一堆数字。呢堆数字就系由一个程式同埋网络去管理嘅。咁呢幅图简单就讲咗。怎樣交易比特幣啦？譬如話有個人有比特幣，佢本身呢就有個叫錢包或者地址嘅。咁如果佢想傳送比特幣俾人呢，就先揾嗰個人嘅地址，然後透過個程式輸入啲銀碼之類，然後傳送俾嗰個人啦。咁咧，呢、这個過程就由其他所謂嘅礦工用佢嘅電腦去幫手記錄。咁咧，記錄完之後咧，嗰啲礦工咧亦都收到個所謂嘅比特幣去答謝佢哋嘅。咁嗰個人。透過呢個程式同埋其他人嘅電腦網絡幫助咧，佢就收到個比特幣啦。咁其實只不過係將一堆數字或者字串轉移嘅啫。咁呢個過程咧唔係永遠嘅。咁當比特幣到咗某個數量咧，嗰啲所謂礦工咧。幫手記錄或者處理嗰啲交易嗰啲礦工咧，就唔會再收到比特幣。咁啊，所以比特幣就係有限嘅。但係簡單嚟講，比特幣只不過係啲字串同埋數字嚟嘅啫，就好似如果你玩開 Pokemon Go 就係一啲好罕有。珍貴的精靈一樣。好了，聖經都提醒我們，他說吩咐那些目前在制度中富有的人，不要心灰意冷，不要寄定於無定的財富，而是要寄望於上帝，因為他將一切都豐豐富富地賜給我們享用的。好了，在這裡報道是這麼多，希望大家
多啲睇聖經啦，再見。